超越斯诺克世锦赛，成为全球冠军奖金最高的台球比赛。本站赛事诚挚感谢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齐哈尔分行、Joy 乔氏中式台球球桌、北大仓酒业、骑士马家餐饮、LP 球杆、野豹台球杆、Furry 威力球杆、奥秘台球杆、皮尔利球杆、李斯球杆、Ports 波茨杆、牙博士口腔医院、小麦皮头、镇红胶边、护翼灯具、英国世创6811台泥、比利时雅乐美台球、摩顿地毯、Linebox 施博专业台球杆盒、赛克斯桥粉、蹭个够商城、优泽智能球房系统、爱跑光影桌球、九万急救器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。欢迎大家来到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的比赛现场。接下来进行的是第一阶段29-44组第四场的比赛。下面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出场的裁判员及运动员。一号台裁判员张星星，运动员张树春、韩冰。二号台裁判员刘慧，运动员王震、德南。三号台裁判员张毅，运动员郭正新、陈海成。四号台裁判员王千化，运动员侯云龙、刘伟。五号台裁判员张美璇，运动员沈申毅、朱明。六号台裁判员张梦蝶，运动员鲁红旭、王伟。七号台裁判员李亚帆，运动员刘闯、王凯。八号台裁判员张哲，运动员杨洋、郭俊池。九号台裁判员江杰琴，运动员郑博洋、燕鹏。十号台裁判员魏宏哲，运动员星树奇、陈长青。十一号台裁判员王锦一，运动员周龙、黄金福。十二号台裁判员刘法恒，运动员赵博、苏毅。十三号台裁判员张月秋，运动员郑凯、宇龙海。十四号台裁判员杜环玉，运动员童奥博、刘明健。十五号台裁判员刘宇，运动员李自强、赵帅。TV 台裁判员温馨，记录裁判员徐景言、傅依然，运动员石长山，白俄罗斯选手雅娜。现在比赛开始。石长山你好，雅娜你好，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。听我口令，预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雅娜获得开球选择权。欢迎收看工商银行乔氏杯2023中式台球大师赛甲级分站赛齐齐哈尔站 TV 台的现场直播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张清勇。
那么这场比赛呢，是由画面左边的石昌山对阵右边的亚纳舒特，来自于白俄罗斯的球员。本场的主裁温馨，依旧是双败淘汰的第一阶段，13局七胜，限时80分钟。石昌山啊，也是好久不见啊，以前也是有一些年一直在参加我们的中式台球的比赛。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拉大旗人，也是我的老乡。比赛开始，第一局亚纳开球。好，首先来看一下第一局。白俄罗斯球员亚纳，右边中袋有球进。选颜色的话，左边中袋有6号，下方2号。好，中袋。没有打进，看位置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右边感觉10号还是不够，花色有点挡。要看看上方。还在看横向啊，这个位置10带了一个很明显的左侧旋转，稍稍偷了一点点下球的位置。再来看反向的12号左下角，这个也正常不太够，要用一点点的右塞小扎杆。单色，中带黄衣，薄，而且薄的有点多。来看看有没有想法，先打一杆9号，正常的顺推向上，打进自然叫11号的左门中带啊，这样的话有青台的局面。右下方红三打进，来看这个位置，黄一7号，打七的话可以调一个右边中带上方的那颗5号球。那打黄一的话，这个位置上方要小心7，好避开。那第一杆过来看位置。
交到边库附近。没打进，花色，直接上方的底带，九号。稍稍带一点点低杆，轻打横向教室一。有角度，中杆蹬下来，下方的十二跟十五这边可以过渡，十三号的左边中带，然后黑八反向的右下角。我看看有没有想法去打十五。瞄了一个翻中，好，翻进。再来看左边，继续十二号，没问题。我这个位置来看一看十五的左上角，这杆球是需要一杆准度的。同时也在看左中，中带就有点薄，而且白球肯定是要顶黑八的。没有打进，再来看杨娜，左中，接了一点点的力，再来右中，但这个球接完十五之后呢，二号的左边中带不好打了。自然顺上去，二号就是左下角。从顶库下来的话，你就还是左上。哎，左上。还是需要准度。女子球员受让后一，剪掉八号，看底带准度。第一局杨大胜一分一比零，谢谢。
第二局施昌山开球。左下方打进低杆有点多，这球有些走过头，二号正常是叫上方底带的。这个中带准，那么再看看底带这边。四号球，左下方。厚了一点点。来看看这个位置啊，首先是十一 K 打十五 K 借力横三。给九号让一个带口，或者后面找其他球，比如说右边边库的十三向上。好，先来十五，接得太厚了。在准进，看这位置七号，然后呢八号下方的五右中，打完之后呢带口的四号球叫黑八，中带右边有红三减掉。高杆走的有点多，第二局亚娜胜，比分2-0。谢谢。第三局亚娜开球。
唱首中带，没问题，打进。这个位置要先看看中带，对，九号这里，这也是一个被单色球所包围的单独一颗。推进反向呢，十二号继续高杆上去。这里看看啊，对于十三那个教位，比如说有没有想法右边接力六号，因为正常往上推往左上方走，反向底带是肯定没问题的，右下角是可以叫的，但是这里边要看一看后面九号的一个处理，所以看看这个有没有叫中带的想法。还是先上去，还在看这个九，最难打一颗，五下隔接低杆横向出来，杆法要稍低一些。那么看这杆球，左上方这个位置呢，稍稍有点侧身够着打，要小心身下。打包，右边中带传进，先看七左下，这边不好打的话，右下方直接有一颗五。打薄，那么中带这边先看看十三有打没问题，下方十被挡住。十秒，五、四，六打包。那么这白球位置稍稍出杆有些后斯诺，出杆小心。红三，右下。先帮进，白球再往上防。那么放到这儿，七号的左边底带，红三的右下方，还是有拼球。
再次的仰过了一颗带口球，这里七号虽然说没有挡住一个完整的带口，但这个十号现在打起来也没有什么意义，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好向上的能够解决上方两个球问题的一个位置。对，再翻下来有接力破坏掉，也让二号同样的左下角可以去接力一个，让白球呢横向左向右，十五轻打做防守，这杆白球位置放的也是非常的讲究，贴球贴球啊，这颗还是自己的颜色球，你如果要打首先是有明显的触杆动作，然后呢要动这个球，不能像斯诺克一样反向打出就算碰到了。犯规，自由球，这杆球还是下方先接了一杆，中带我看看位置怎么样，红三还有打，这颗球教皇一的话杆法要低一些，左塞强一些，不要被十三挡住。啊，再打黄一，叫到这个位置，右上角，准度。第三局杨亚胜比分3-0，谢谢。皮尔利为中式台球而生。
第四局石长山开球。不好选啊，上手先控制一杆，等机会。同样啊，亚娜这边也不着急，我先打过去一颗，然后呢漏了一个十二给你，但是呢你下方还有两颗，其实这个位置是刚好有机会可以从下往上 K 的，或者是上去之后呢用十一下来。好，先打进。那么九这边是需要一杆准度的，长台打薄了。好，右上打进，那再来加杆。要稍稍注意一下这个左手控制加杆的这个位置，不要碰球，然后呢带低杆发力打。继续，三号，要带一些低杆，横向的直边库往上叫。再看左下，杆法不够低，那就首先看看二号这边有没有被五挡住。有薄的话就还能再交位。没有带到啊，那么中带这边没有了。再来，右上方继续准度低杆，好准，这杆球够准。刚好有角度啊，低杆横向右边，八号呢左下。第四局，亚娜胜，比分4-0。
谢谢。第五局，亚娜开球。中带有球进。来看这个位置，选颜色，左下方花色13，先看一下中带这边15号啊，能不能选到，然后呢左下方还有一个黄衣底带，包括11:10。好，单色。再来4，可以继续呢，把5号打进，把球轻轻推沉底，然后打右边带口球向上。那么这个位置来看看想法啊，正常走12-14缝隙向上的话，中带吊横塞是没问题的，你需要打一些中高杆的灯杆的左塞。好，来看这位置，中带横塞不好打，7号有角度如何，可以吃到右边边库的话，大力的中单横向的蹬出来，实在不行呢，就是用低杆往右边横，然后呢横三打左下角。
紧上来看位置，十号角度稍微的有点大，他要不要拿中带十四呢？第一杆横向左边再调一杆，把那个十跟十三的下方底带调得稍微直一些。好，十五。好，看右边，七没有挡。十中带有，继续。十四，继续看准度。轻打没有进的停带口，来看一下石昌山的这杆拼球，这个七右下方有运气，运气球。那左边来看看这杆啊，薄球难度有点大，要不要考虑一个三库的翻左边中带带防守？这条线路上呢有右下角的底带跟左中。第五局十昌方向比分一比四。
六局石昌山开球。先看一下选球，中袋十五向下呢有一 K， 要看看效果。好的，是一 K 出来。下方这个位置，同时要看一下右上，然后呢，十一，这里八号还是有些难度的。左边的六根，右边的五号球，就是挡住了一些进攻的线路。加杆没有打进。包进弹起，看位置，再看这个五的左下怎么样，有打正常高杆推 K， 可以把这个八号的位置带开，有下。再看杨娜，中袋打进，弹下来这个位置十四，感觉中袋还不好打的。上方十二号，这球走的有点过头，本身应该是有叫十三左边中袋的想法。比赛时间已过半，那就十二号右上角。这种中长台的准度还真是不错。好，高杆过来，来看这个位置，稍稍有点轻，那这个方向呢，可以推两库，争取避过六号球。换球了，直接十四。太后，向上一 K。带开之后呢，先看二号球，二号有的话正常高杆从顶库下来，上方的四一啊，主要叫左上。
太轻。再包一杆没包进，但白球位置呢运气也不错，刚好形成斯诺克，要看看一三缝隙。钻缝隙出来碰到，没有再碰库啊，犯规，自由球，直接上方摆四摆三，可以先摆一颗啊，右边摆一颗，然后呢再把四打进，用荒一下来，稍稍立一点杆尾，下一点低杆，白球叫到贴库位置，上方黄一跟四之间打一根过渡，角度还行，需要侧身了，而且要稍稍带一点点低杆，横向弹出来，黄一右边中带，打进，再来看看亚娜，十四，正常打进高杆，吃左边的底库向上，这个二球要看位置，有打得很直啊，这球力量上还好，左中还有。可以继续的高杆从顶库下来，匠心超过30年的经验累积，全世界数百万使用者的反馈数据，懂球，懂力，更懂你。第七局，亚娜开球。
中袋没有打进。够准，中袋打进，上方三，然后再来看一下黄一的右上，稍稍带一点低杆啊，右上方，啊，再来继续，低杆轻打，然后呢，四号横向出来叫六中袋。有角度啊，继续高杆上库，继续再来，稍稍推一点点右塞，让白球跟六的角度呢不要太大，太薄了。强行的薄了一杆，稍稍有点厚。这个位置二号还是漏机会了，有打。好 ，K 到九六号继续，再要看看这个方向。这个球如果说向右边太多还可以，有点直，不算好。四号在上方偏左的位置，好，直接四，厚了一点点。看一下这杆十三，有机会呢可以用中高杆的右塞啊，稍微强一点，奔着四跟十的那个位置呢去兜一下。没有带到，小心啊，伸向马甲。十号球贴库。十秒。想用白球帮进四，并没有帮进。底带直接有，厚了。
看这杆十，白球还是可以考虑下地杆踢右边上方的四。还是没有带进。这个角度的话，亚娜加杆，正常下一点点中杆，从上方直接下来，避开十四。要看看这位置黑八。打六啊，防一杆，打薄，石上山花色十四，右上角轻轻仰，打进。这个时候要看看有没有想法去拼一杆十。这个九号角度会不太好去调十一，但是打十下低杆刚好横向的右向左。左边又来一杆运气球，从这个方向来看的话，这个七号漏球了，左下有薄，延时。
哎，看左上，嗯，也来了一杆运气球，但是有后一在啊，这个时候形成了一杆九号的斯诺克，需要跳球了。跳的差了一点点，十秒，延时。嗯，中袋翻进。位置不好，需要再防守。再打包边。边库还可以去解一杆。过来，那这盘有点意思了，双方要稍稍的斗一斗防守。好，看看纵向的顶库下来，从上向下，争取有一个二次撞击的效果，把黑八打活。嗯，车到带脚，犯规。那这球花色也不太好打，也只能是尽量的再防一杆。自由球，再来看看正上方有没有机会可以解一杆。这个球双击有一定进球的概率，白球跟黑八二次撞击是可以有机会撞进的。
谢谢雅娜胜，比分6-1。谢谢。第8局，石超山开球。还是没有扎进。再来看亚娜抢七的比赛，目前亚娜已经到了赛点，这也是双败淘汰的第一轮次，输掉的球员不会被淘汰掉。好，右边中袋薄进，这里面看一下红三的右中跟左下都是够下的。右上方7号再来4号球，中带要带一些低杆，右边横下来不好调，2号可以调红三，左下角也有。打得太厚，先来看一下11跟12之间的这个位置啊，角度是不是正对着袋口的自然角。上方10两库过来看看位置，还可以，15向上角度。这个球如果想要右边边库的13啊，这个准度要求13就比较高了。横向要用一些右塞高杆，打进之后呢，下方14跟9可以带一下，薄了。这样的话来看这杆红三向上交位，亚娜已到赛点。
薄。加杆儿。红三又是没有打进。再来看九。红三这边带口呢，有机会可以去吃扣接力。单下有没问题。行的右赛，好，再来十一。想直接翻中将，翻太正了。八号左下，本场比赛结束，雅纳胜，比分7-1。恭喜，谢谢。好，首先恭喜来自于白俄罗斯的球员雅纳舒特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。那么老将石长山呢，后面败者组可以继续去突围。好，这个时间段先到这里，我们下一个时间段的比赛在20:10啊，稍后见。